阿弥陀佛，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479集的播出，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空中相会。节目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慧济金刚大权神王佛的圣号及心咒，祈请根本传承大加持。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神王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神王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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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神王佛。嗡俱卢多那空的，嗡俱卢多那空，嗡俱卢多那空，嗡俱卢多那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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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卢多那空，嗡俱卢多那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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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卢多那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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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卢多那空，嗡俱卢多那空。刚刚那个镜头怎么突然会震动？我们现在先来做网络的直播分享。嗡俱卢多那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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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嗡俱卢多那空的，嗡俱卢多那空的。嗡俱卢多那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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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俱卢多那空，嗡俱卢多那空，嗡俱卢多那空的，嗡俱卢多那空，嗡俱卢多那空的，嗡俱卢多那空，嗡俱卢多那空的，嗡俱卢多那空。俱卢多那空，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神王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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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神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智金刚大权神王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济金刚大权身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济金刚大权身王佛。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济金刚大权身王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化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慧济金刚大权身王佛。俱卢多难哄的嗡，俱卢多难哄的嗡，俱卢多难哄，嗡俱卢多难哄的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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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卢多难哄，嗡俱卢多难哄的嗡，俱卢多难哄的嗡，俱卢多难哄的嗡，俱卢多难哄的啊嗡俱卢多难哄的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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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卢多难哄啊哈哈啊哈哈啊嗡，俱卢多难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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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嗡，俱卢多难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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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这是真佛天空新闻台连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今天是第479集的播出。谢谢陈玉霜哦，那个谢谢你给我鼓励哦。我们看现场哪些同门上来了，秋玉啊，陈宁真，丹丹调，还有哇，他跳舞的黄宇璇。我们的慧济金刚咒不一样，对不对？好像网络上还没有像我们这种调子。原来这个歌是我们自己做的。啊，花太郎啊，冬梅哎，阿修妞啊，黄宇璇 ，Sally Go 啊，冬梅谢谢哦 ，Helen John 哎，啊，希望什么星期六见了、啊、哦，你是新加坡的，好啊 ，Alice Dan 啊 ，Marjorie Ma，Meg Wan Lin 哎。还有这个陈韵霜啊，丹丹调，陈丽珍，吴秀吉，王汉华，马切尼玛啊，马切尼玛，还有这个，哎，那个哎，陈韵霜，周美丽，黄传义，于心瑜啊，尤美赖，阿冰令啊 ，Joan Low，Sky Min，Kelly Brana，Sky Min 啊，刘春梅，李双汉，海慧，哇，好久没见了哦。丹丹丢啊，连振昌你好 ，Justin Lee，Linda Wan，Shirley Lin，Diamond，Eileen Yap， 哎，好，还有甘风丽，今天食药真的很累啊，吃药很累啊，啊啊，胡小丽吃药都还要休息啊，叫你要多多休息啊。王国慧，天来功课了，你每次都好精进啊！你是《高王经》五十遍，还往生咒500遍，而且那天共餐，你还带了你的两位公子啊，他们都长得很庄严啊，你们全家都很有佛缘，谢谢你哦，你是一位很精进的弟子。哎，好，还有哎阿斯丢妞，对不对？尤美赖、莲花玉梅也是很精进。私下行一台，上知心咒3000，金母咒、大白伞盖、十元金刚各108。啊 ，Lisa John 啊 ，Alison 啊，佛曲很好听，声势很棒，唱得很乐哈、啊，乐在心。哈、啊，高音快跟不上。啊，这个慧济金刚咒可以破魔。晚上睡不着可以放来听。紫花陈振峰啊，很喜欢做师尊的影片的啊。陈乔峰啊，玉霜啊，还有谁呢 ？Vision Han 王立长高王金30遍啊，回向。Diamond 丢丢秀啊，还有哎
好，我们先把可爱的音乐关掉。好，这个是我们的慧基金刚的心咒哦。哎，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每次贴文的网络下载哦 ，MP3。哎，我们的歌你们有下载吗？完全免费，因为这歌呢，这个制作当初都有很多同门来帮忙赞助的，所以呢，取之同门就用之同门了。好，那跟看看上一集同门的留言了，哎，这个什么，苏德福说，哦，这个前天吧，啊，那个农历十八身体不太舒服，但有念真佛经，晚上梦到好几个人在。啊，你旁边啊，帮你沐浴，就梦到洗了整缸的黑血水，搅出很多的黑血，那也就是你念的这个真佛经吧，啊，念的真佛经帮你消除业障啊，所以有病的人啊，还是要消除业障。等一下会跟大家报告，报告什么事呢？我读了师尊最新的书，哇，这本《七海一灯》是第271册，可是272册呢？我看完了，我今天都看完了，嘿嘿，因为我是负责把师尊的答案送到真佛不瑞藏的272册，叫《净光的抚摸》，哇，好好看，看完了，想知道什么内容吗？晚点跟大家介绍啊。好，那上一期啊，就是要讲到那个得到梅花证书的有。阿修妞，阿修妞，同门也在现场哦。你是师兄吗？啊，还有谁呢？还有谁上来了？冬梅两万遍的师尊心就回向啊，台湾空气清新啊，优美赖啊，谢谢你哦。甘露海啊，秋玉是真佛经150遍，地藏经150遍，哇，好精进啊，看完经49遍哦。好，孔丽亚俊雄啊，好，李雄黑的念过了，梁文琪、梁丰毅、波林晃，哇，波林好久不见了哦。好，那今天跟大家介绍，仍然介绍《七海一灯》啊。那这个大家都有手机、都有电视、都有平板，嘿，那都是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性的时代。动不动网络一查，想知道什么讯息，网络一找就有了。有的人如果你不懂得用 Google， 你就会到处问人家这个法怎么样，那个怎么样。你懂得 Google 大神 Google 一搜寻，你要的答案就有了。包括师尊的开示，比如说师尊专门讲内火明点的，你只要 Google 打出来莲生活佛。关键是内火明点，或者莲生活佛宝瓶器，哦，关于这个相关的议题排一整排，一面两面，哦，让你资料都看不完了。所以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性的时代，网络实在是非常的方便。你还知道有什么 YouTuber 是不是？Uber 还是 YouTuber 忘记了，有网络频道、网络平台，所以现在除了是电视机之外，还有网络电视，你知道吗？在科技的时代哦，已经不是这个电视机的频道了，你只要上能够上网，如何打篮球，如何做菜，如何做专业的知识，它有个专门的网络频道，各行各业的，还有网络大拍卖的。嘿，那像我们呢，莲生活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也是一个晚上啊，十点了，以后开始到11点，为大家专门设的一个小时的网络频道哦。通常礼拜天或者礼拜一哈，开始到星期五，一个礼拜大概5天到6天的时间，这个是网络科技的时代啊，所以如果你能够善用的话，你真的会学到很多知识哦。可是我们师尊呢，却是没有正式的手机，没有平板，没有电脑，不懂电子，不懂科技时代，所以这篇文章叫做《我到了无知》，无空无的无，知道的知，我到了无知的境界。有人说，现代的科技使现代人了解了什么知识的领域，知道天文，知道地理，知道了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方便的是，知识很广泛，人跟人的距离就近了，形成了地球村的现象。科技呢，改变了人的生活，一家人吃饭、聊天用
手机 LINE 发讯息，明明在你对面还用发讯息哦，所以这个科技拉了近人的距离，也蛮悲哀的哦。好，那师尊有时候就是有人这样子告诉师尊，师尊听了也是愣了一下，他这个人呢怎么样？就有时候呢会看一看电视哦，有时候晚上出门之前我会打开中天频道，嘿。哎，我跟师尊他们都很喜欢中天频道，偷偷告诉你们的，哎啊，因为有韩国瑜的新闻，我会打开韩国瑜的新闻。不过今天的中天频道在6点多的时候看到了一则跑马耶。什么叫跑马？就是那个新闻框框的下面有每次都有不同的最新讯息。4月28日，莲生活佛将到高雄主坛祈福法会啊！跟师尊看到两则跑马，我说师尊在那边，在那边哦。师尊说知道了，很好，很好，嘿哦。所以呢，我们宗派哦，还是要有这个宣传嘛，对不对？那师尊呢，看电视看新闻，他会沉迷电视吗？会沉迷连续剧吗？他说他不会，他只想知道这个替发生灾难的国家人民念念佛消灾念咒回向啊，那有病的就这个回向病痊愈，那已经死亡的就回向超度。所以呢之前在真佛密院有一个多事情的同门，鸡婆 chicken mother 啊，台湾话叫鸡婆，很鸡婆的同门，把这个报纸上所有灾难的事情剪成好几页哦，寄给师尊求师尊超度。其实根本不需要，师尊每次看新闻他已经在合掌念佛合掌超度，你那么热心，为什么你自己不去超度，还把工作丢给我们师父哦？所以这个弟子说可爱也可爱啊，说有点那个也有点那个哦，你不要增加师父的工作了嘛，对不对？你要的话你自己也可以去做啊。当然师尊他是从来不拒绝的，不过当弟子的要体谅师父哦，不要认为说这个师父很慈悲，这个师父的心很宽容，那你就得寸进尺了，这个就不大好哦。哦，像刚那个同门，哇，师尊，我一定要师尊签唐卡，我一定要师尊签这个签那个，其实都是都是自己的私心啊，对不对啊？签一签拿去卖，签一签拿去做什么你也不知道，所以师尊如果要做的话也是为道场，千万不要为一己之私啊。好，然后呢就是这个师尊只是想为众生来念佛消灾，合掌念佛，那南无不大雅。所以师尊讲什么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延禧攻略如懿传后宫甄嬛传什么变形金刚那些神仙化的或者电视剧的，他完全都不会去看，也这个有些东西可能是未来科技，其实他都是不看的，因为他根本没有时间看，只想好好的静下心来修行，修幻身瑜伽，修明光瑜伽，看见净光佛性融入而成佛。除了修行之外，其他的他几乎已经接近了无知的境界。我刚念过无，就是空无的无，没有的那个无，知道的知，无知境界。我们有时候叫人家说说人家你这个很无知，很愚蠢无知，呵呵。可是师尊为什么到无知的境界呢？什么叫无知呢？人们学知，知识的知，我学无知，师尊学无知为什么把自己变成无知呢？师尊讲无知就是摒弃外界的，不会被外面的环境所影响的，摒弃烦恼，摒弃念头干扰，没有贪嗔痴，那所以师尊的这个无知跟一般人讲的无知是不一样的，在上个礼拜4月17号吧香港知名的媒体制作人，那个颜连武先生就问师尊写这么多的书，那就是说知识很多嘛，那所以说其实他在
教人家当笨蛋，教人家愚蠢。他说啊，从来没听过，连师母跟我们都从来没听过，写那么多书教人家愚蠢，什么是教人家愚蠢？那很多事情啊，太聪明的，他会有时候讲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喜欢钻牛角尖，喜欢计较，喜欢什么？有时候太聪明了。那愚蠢就是说，让你自己的心回归纯然，回归单纯。如何回归纯然跟回归单纯呢？就是进入空性。所以呢，师尊的文集其实是叫你进入宇宙意识最大的空，最大的光明。可是你进入空性又是非常的困难，对不对？所以呢，你要先修什么？定于一。今天呢，我就抓到了一个师尊的最新文章的开示，我看了心中很触动。我 找一段师尊的开示给你们听哦。师尊讲啊，心灵，我们的心灵就是念头，你能够觉醒哦，你能够觉察自己有妄念有杂念，你也不去驱赶你的妄念，也不用驱赶你的杂念，你只要知道明白，它就自自然然不会对你产生不好的影响。很多人在起妄念的时候是跟着妄念走，那你要不要驱赶妄念？师尊讲说根本不需要，对不对？突然想到猪脚很好吃，今天有个同学说，上次你那个五月几号啊会去我们那个北部的道场，我弄猪脚给你吃。我说好啊，我要那个台湾的传统的猪脚，但是我也不会一直念啊，想到知道自己在起这个念好了，但是不会跟着这个念头一直过去，一直哇接下来要怎么样烹饪，怎么煮，怎么样，就不会再去继续再延伸了。知道自己起心动念，不去驱赶这个杂念跟妄念，然后这个杂念跟妄念就不会让你产生不好的影响，你的心不散乱，就住在一心不乱。所以一心不乱呢，并不是说你完全没有念头，而是你知道了自己的念头，却不让这个念头延伸，每次都知道念头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呢它就不会影响你，这然后呢你再回归你自己的。有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在做法务的时候，在白天的时候起了一些让你很生气的，有些人他就是会障碍你的会或者让你喜欢的也有，让你障碍的也有，但是你知道这些念头都是怎么样，都是像水梦幻泡影一样，所以呢所有的念头到最后呢你归于怎么样，常常与本尊合一。师尊讲他最后是修合一的，跟本尊合一，跟护法合一，跟宇宙合一，跟山川大地合一，师尊是修合一的。最新的书《净光的抚摸》，清净的净，光明的光，抚摸，他取净光的抚摸啊。之前跟大家介绍这个师尊的书哦，《我所知道的佛陀》这本书呢，哇，很精彩，简直是师尊这个独家报道释迦牟尼佛的对话。可是净光的抚摸呢，却是师尊跟佛菩萨空行护法空行母的对话。哇，之前我所知道佛陀只是一尊，这个净光的抚摸竟然很多尊。师尊讲他呢专心在修两个，一个就是自己呢跟本尊入我入的观想，一个呢是自己运用自己的这个自己全身的能量全身的明觉，然后呢跟这个全身的明点，全身的灵明明觉佛性，跟心轮的佛性结合来冲顶。他现在是修这两个吧。还有药师佛也教导师尊如何延寿延寿的要诀在哪里呢？还要调整他的健康要养生的。所以呢其实很多弟子都很热心供养这个供养那个，可是呢你知道你供养的东西不一定很养生。我告诉你无糖，第一个要无糖，第二个不要炸的，
第三个不要淀粉类的，对不对？水果吃对也是不吃很甜的水果，你知道吗？哎，所以你要懂得养生。第二个呢，精进。第三个，神的恩典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看的实在是拍掌叫绝。还有一个是在讲什么？他在进入禅修中的一刹那，他什么觉受都没有了。你知道师尊进到怎么样呢？固体变液体，这个人慧君哈、啊、是一个固体，但是等一下慧君化成水变液体，对不对？液体之后再变气体，变成一肚烟，变了烟还不得了，还变成无空无哦。所以他讲什么？我根本就没有我，固体变化液体，液体变气体，气体变烟，烟被风吹散，所以就没有了哦。这个是师尊的禅定哎，还有师尊跟绿度母的对话。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莲花生大师、宗喀巴大师、金刚萨埵，哇，很多尊，还有玛吉拉尊，嘿，很多尊佛菩萨的对话，还有哇，我看到一个很劲爆的，为什么他讲说那个圣者六大，圣者出世，佛陀出世，不是这个大地有六大震动吗？那所以讲说每一次大地震都死了很多人，对不对？那六大震动不是那个？哎，东震东涌，然后西没，西涌又东没，哇，又变来变去又怎么样？那个大地震动不是震动的，大家都大地震，人家全部都都被地震压垮嘛。他把这个问题本来问法师，结果法师也答不出来，只是跟师尊讲，以后他就明白了。我告诉你，下次呢，那个你们不懂就问慧君上师，慧君上师说，我不告诉你答案，以后你活久了你就知道。有这种法师吗？有这种答案吗？后来师尊只好请问了释迦牟尼佛，原来大地六大震动不是在人间，是在天上界，天上界被摇动得更加的清爽，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我觉得也蛮劲爆的，我在车上请问师尊，原来师尊呢，他出元神到了他前世，舍利佛修行的岩洞。哇，那个舍利佛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智慧第一的，他在这个师尊有讲到是舍利佛跟目犍连两个神通的故事啊，比是也不是故意比的啦，然后就是有一次有显化两个都显神通，结果舍利佛赢过目犍连的故事，对不对？那目犍连尊者呢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号称神通第一。那师尊呢？他重新再回到2500多年前，他到那个舍利佛当初静坐的岩洞，看到了一个老人家，老老的、瘦瘦的，哇，皮肤又黑的，身体又黑黑的，哎呀，师兄弟呀！师尊问说：“你是谁？怎么叫我师兄弟？你不认得我啊！我叫目犍连啊！目犍连尊者不是那个十大弟子吗？怎么还在？”他说：“我转世来这里了，救救我啊！舍利佛啊，那个莲生活佛，救救我！”后来师尊加持了来转世的目犍连尊者，才那个升天而去。那关于这个故事，我就请问师尊，师尊。目犍连尊者，他不是释迦牟尼佛十大弟子吗？神通第一吗？对不对？为什么他会变成一个老人家？他不是正的阿罗汉，不会再轮回吗？原来师尊讲哦，舍利弗尊者当年是被人家用石头打成肉酱，活活的打死。哎，神通第一居然不敌业力，哦，再来舍利弗。他其实业障很重，当时并没有证得阿罗汉。我从来没听过哎，这个呢，这个档案呢，所以，有一些佛教寺庙啊，还会供奉说这个什么什么500罗汉呐、啊，对不对？18罗汉是500罗汉，有目犍连尊者，原来那个时候并没有证得。哎，不过我相信师尊加持了，哎，加持了目犍连尊者，哎，那，哎，我应该问说，那后来他们师尊加持之后，他升天到哪个境界了？哦，对啊，所以你完全不知道说，
你只看佛经佛典，然后谁能够知道当时的现象，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当时的现象、哦、怎么样，当时的那些弟子怎么样，当时的师兄弟怎么样，只有我们的师尊知道。哇，你看是不是很精彩，净光的抚摸、哎、我看过几天真佛不锐藏就会出现这本书了，你们一定要去看哦。好，我们来看现场同门哎的留言了，丽莎娟啊，祝福您哎啊，祝甘风丽能够哎那、这个很香的梦啊，丽莎俊爱师尊爱大家，记得分享啊 ，Diamond 啊，还有瓜君贝，哇，谢谢你，好像第一次看到你留言，丽莎令啊，上师星座756准提佛母啊，不动明王药师佛7都是756，甘风丽7遍回向哦。啊，永林娟啊，甘风丽啊，傅世锦哎，还有这个四仙家啊，没关系啊，哎，大家都在、啊、祝福你啊 ，Serenity 哎，啊，还有这个 Mike Bay Angeline 啊，郭爱白、林峰弟啊 ，Ken Lee 啊 ，Good evening， 上师 ，Thank you for your beautiful photos take with us yesterday，and we are safely home already。哇 ，Where are you from？ Welcome to our the Facebook Live。We just enjoy Grandmaster books。We showing reading and we discussing, make discussion 。Okay， thank you。Welcome。Everybody 啊，甘风丽啊 ，Zhong Mingjo 你好，也是看好像看到你第一次留言了 ，Lisa Jan， 清净无为无所不知啊，世间俗事不用理啊，多理也是一般事，虚空清净不受污染的啊。郑明达、傅诗玲、雨欣亮亮你好，刚去写法会报名表，买幸福堂的黑糖珍珠奶茶，我也想吃。哦、在 Seven 应该有在卖哦。严秀啊 ，Xin Qiu Lin 啊，张素珠 ，Daniel Bang 啊，易晨 ，Nicoline 啊，佩文哎，啊 ，Alice Tan 哦，好多功课哦，《甘王经》15遍，《心经》10遍，《大悲咒》10遍，啊，长咒的啊，《上心咒》3000，《六字大明咒》2000，啊，《安土地》1000，《红财神》500遍，李国辉啊，《六字真言》1600回向，谢谢你哦。还有哇哎，刚刚跳上去了，哎，还有这个谁啊？李金淑，师尊心咒9000，长寿佛9000，高王经21，啊，回向啊，偏2.5哎，哇，瑞哲庆欢迎好多新同门，对不对啊？哦、啊，做法务做到忘记时间了哈，啊，还有这个前面的哎，前面的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哎，这个哦。啊再来是这个张树珠 Daniel Bang 哎，易成哈、哦，还有哎单虚化哎，然后那个谁单摸一摸莲花会分哎，东西掉了哈，莲花会分哦，一部地藏经54遍的高王经，请佛注释999哦，哦八九帝王谢陈基才老板老板娘你好 ，Lisa Lin 李金淑 Moon Lee 啊，张登云。还有 Anything Hey 啊，王丽玉啊，简碧霞，惠能令啊，啊，王丽玉写的问候啊，陈香怡 ，Colly Lee 哎，紫花，好久不见了哦，哎，你是大悲咒10遍，这么经一遍，十人心咒540遍回向啊 ，Jason Dan 啊 ，Wanda Chen 啊啊，那个莲花旋风的哎，哎，这个大家贴的功课，大家都很热心。甘王经28遍，金母心咒哈、哦、将近5300了，上师心咒3000多遍回向啊啊，王大千还有这个谁莲花丽英的哦，将要破百了，哇，已经95个了哦，哇，今天哎大家都回来了哦，用 Main Line Entering 300遍的百字明咒哎啊，然、哦、后还有这个哦，大家都要计算几遍啊 ，Edwin Lin 啊。啊，这个是 Vivian 的师兄，对不对啊？我现在记得好像是你啊。好，那接下来呢，所以师尊知道说他就是变成无知了，原来是更高的境界，不是真的笨笨的叫无知，因为他知道千古光阴一刹间，财色名食睡哦，都是如此的。先天底下任何事情到头来徒有空名，都没有真实的意义了，哎。财聚财散，年老色衰，名义消渺，
这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真实的事情了。那世尊的这一生之中，只是专注什么修行的事情哈，还是专注修行的事情？他都是日出而修，日入也修，就是白天也修，晚上睡觉也修行。那至于呢，有时候家里啊会有一些什么这个礼专，就是银行里帮人家。叫人家投资的叫做礼专哦，那会来找师尊师母的。师尊讲，银行的人寿保险储蓄与我无干涉，报税他也不会，还有很多理财，他通通不明白。这些师母会去做，他是无事道人，无事人也。就是这一篇师尊讲说他是无知的，现在变得也是很感动的，哇，东西怎么一直掉下来？先把它整理一下哈，弄一下好。那，下篇呢叫做接近弟子们，你们觉得师尊有没有很接近你们啊？师尊有没有很高高在上，离你们远远的啊？师尊有没有走入在弟子之中啊？每次呢，星期六，师尊一下车，被大家拥簇而上，对不对？师尊呢，从大殿上香一直走过来。走到呢，献哈达的地方，还有专门一个地方献花的，还有沿路看到弟子们跟这个师尊跟弟子们打招呼的，有没有？你可以知道说师尊是非常的亲民，跟弟子很接近的。所以下篇文章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接近弟子们，其实师尊，你今天知道你皈依的师父是很爱你们的师父吗？师尊说：“我的心中常常想，我要走入弟子群中。我跟弟子是完全没有距离，彼此就像兄弟一样。我不是高高在上的活佛，我喜欢跟弟子们水乳交融。我日日夜夜梦想着跟弟子去逛台北市的西门町，自由自在等等。你看看我们的师父哦，他是非常的亲民。为什么师尊有这样子的思想呢？他说以前呢，他在读那个在台中啊读测量学校读大学的时候呢，他是那时候测量学校大地测量系的学生。那个时候呢，台湾的蒋经国总统时代，有一天，这个蒋总统突然来到了他们的测量学系哦，校长叫尹钟琪少将啊，认为是一个很特大的事情哦。然后呢，他们测量学校学生哇，总统来了，当然大家都穿戴得很整齐，头冠插得非常的亮，皮鞋也一样一尘不染，亮晶晶的，唰唰。那在操场上啊，大家摆上各式各样的测量仪器，连天文台的月掩星的，反正一种天文仪器全摆出来，人人操作仪器给总统看。总统呢，就一个一个观看这个学校测量学校的种种的展现跟成绩，然后呢，突然蒋总统要召见我们年轻的卢师尊，哇！然后师尊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蒋总统经国先生要特别召见我们的师尊呢？原因是这样，原来测量学校的校长哦。钟琪啊，尹钟琪少将，他将这个校，反正校长将师尊写的一本书《淡烟集》这个浓淡淡水的淡香烟的烟或烟供的烟文集的集《淡烟集》居然送给了经国先生蒋总统看，那《淡烟集》也就是师尊的第一本诗集。师尊到了接待室，非常的诚惶诚恐。咦，怎么一个小小的学生被总统召见了？哇，那这个看到了总统，他就行军礼，敬礼。那总统呢，坐在沙发上，挥挥手。
叫师尊，我们的年轻的卢师尊坐在另外一个沙发上。这个蒋总统就问：“你写诗写了多久了？”哇，这个师尊是一个诗人呢。他年轻的时候主编《雄公青年》，而且呢，高中的时候就是都是拿第一名的哦。那他很喜欢文学，他写了诗。那这个总统突然会问师尊写诗写了多久？那师尊就讲：“我高中就写诗了。”哦，因为高中的时候师尊主编《雄公青年》高清文萃。这个总统就问：“你记得还有哪些的诗人呢？”师尊就讲啊，有季玄、雅玄、周梦蝶、余光中哦，当时那个时代的诗人，以前我们当这个读大学时代哦，我们也是也会很喜欢这个文学作品哦，有些作家写的诗啊，我们会朗朗上口的，像徐志摩的诗啊，对不对？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个唐诗宋词。你们有没有念呐、啊？有没有喜欢念这个古代的诗啊？什么叫诗呢？就是用很简短、很立体的，或者很艺术的文字来表达一个情境，表达一个心灵，展现一个内心的喜怒哀乐，或者这个人间的春夏秋冬。所以呢，是一个很高尚的心灵境界。我希望你们呢，参加这读书会哦，你们也。会爱上诗啊，像我们那个同门 Lisa Jane 啊，她很喜欢写诗哦。我念了她的诗，也会有一种很开心、很开朗的感觉哦。我希望呢，我们在参加读书会的同门，你们也像师尊一样喜欢写诗哦，或者欣赏诗。那接下来，蒋总统就问我们的师尊：“你在哪里发表你的诗啊？”哦，中央日报的副刊、青年战士报的副刊、野风杂志等等。哦，那这蒋总统又讲啊，中央日报你写的诗我看过。然后师尊就很恭敬说：“哇，请这个总统先生你批评啊。”那总统先生呢，笑一笑，哈哈哈，没说什么。但是啊，他突然总统就问师尊的一个问题，哦，这个总统呢高高在上，居然会问一个学生的问题，可见这个学生呢是一个很不凡的、很有思想性的、独立思考的一个人。所以呢，我在这几年亲近师尊，而且。我当了他的侍者，真的是哦，500万弟子里面超级幸福的啊！有时候我看了一则新闻，然后我会跟师尊讲：“哇，师尊，新闻报道些什么写什么？”我很喜欢呢，这个听师尊他在分析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他这个遇到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师尊的想法、他的看法还有判断力。绝对是让你跌破眼镜的。我们以为是东，结果呢，其实是西。哦，就是师尊在分析一个事情的时候，绝对是非常的有创意，而且有远见啊，有雄观，哎，有远观，真的是令人非常的欣赏。所以呢，我觉得你们在参加读书会啊，除了你们听我解释了，听我讲之外，我希望呢，你们去请购这个每一本师尊文集，多多看，因为我讲的是我的看法，可是呢，不要忽略你们的看法，甚至呢，你自己给它念出来，甚至呢，你对着镜子哦，那你也像我这样子，对着镜子里的你，把这个书的意思也讲出来看看哦，每个人的看法绝对是不一样，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你们也不一定要相信我的看法，我的说法对不对？说不定你还有更新奇的方法来解读这个文章了哦，你说对吗？所以呢，这个蒋经国先生他那时候就问师尊啊，卢同学，你认为我的事业有需要再加强什么吗？哇，一个总统问一个学生，国家大事，对不对？我的事业，总统的国家事业是什么？就是整个国家嘛，国运啊，国策，哼。
这个国家的策略是什么，居然问到我们的师尊呢、哦、所以我们师尊小小师尊就已经当小小国师了啊，真的很厉害。然后师尊他就静了一下，就想一下，他讲怎么样清明，哇，这个清明哦，就是亲切的亲，母亲的亲，人民的民。什么叫做清明呢？台湾现在最夯的政治人物是谁？高雄市长韩国瑜先生，大家人人高喊要他选总统啊，非韩国瑜不选，对不对？哇，他为什么可以达到这样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他也是很清明的，他可以走到很多摊位，他帮助了很多的农民啊、企业、商家、小店，帮助很多人把农产品把它销，对不对？啊，销到这个中国啊，销到东南亚，销到甚至在中东都有，在加拿大、美国都有。他完全在为着老百姓啊，走入民间。原来现在的老百姓啊，他希望心目中的政治人物是很会讲话吗？是很会外交吗？所以呢，老百姓心目中的总统政治人物，第一个要维护国家的安全，不要动不动就讲人家怎么样，然后好像要让人家去来攻打你，让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况，这个是 老百姓很不愿意的。第二个，老百姓呢很喜欢政治人物、哦、不要再为了他们的命、哦、而是呢照顾他们基本的生活，对不对？这个人能够尽其才，物尽其力，地尽其用，对不对？货畅其流哦，这个有生产的一定要把它流通出去哦，有人才一定要好好的运用。那现在的很多人才都流到别的国家去，这个就是人才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地方产生了一种这个比较负面的，没有办法有信心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听说飘到美国叫美飘，飘到香港叫香飘，飘到阿拉伯叫阿飘，呜，大家都飘来飘去哦。所以人民需要有稳定的生活，不一定你要舌灿莲花很会讲话、啊，可是呢，一定要这个。人民的生活一定要照顾得到，还有国家的安全一定要照顾得到，不要激怒一些大的国家，让人家产生了反感。人民有时候不在乎政治怎么样，人民只希望能够有一口饭吃就不错了、哦、所以呢，师尊讲啊，那时候跟蒋经国先生说，他希望清明，对那个就是说高高在上的人对低下的人民也是非常的亲切亲民。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经国先生、啊、跟民间的友人、啊、就往返就越来越多了。那他真的这个总统后来真的走入到人民、啊、群众里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总统、啊、真的是有为老百姓着想，这个是亲民、啊、那是不是因为师尊讲的清明，然后这个总统就实施了，也不得而知。不过呢，现在的卢师尊呢，在法会之后呢，会给很多同门摩顶，每次都是上万人摩顶了两个小时。师尊仔细的看弟子们，倾听他们的心声，觉得弟子们都好可爱，尤其是弟子们带着你们的小朋友，师尊都忍不住哎，给他碰一下头，有时候亲亲小脸颊，师尊都很喜欢你们。真佛宗的第三代，对不对？哇，你们这样小孩哦，我记得马来西亚一个小公主，在这个靠近南马的地方，然后这个小女孩是非常的。这个娇宠，家里的人很宠他，他就脾气很坏。可是自从师尊给他抱过，给他亲过，竟然回去变很乖耶，连他父母都很惊讶、哦、好，所以呢，这个师尊呢，他是也是很亲民的哦。虽然说我喜欢接近弟子们，我爱众生啊、哦，所以呢。师尊是跟弟子没有距离的、哦、但是呢，虽然师尊跟弟子们没有距离，弟子们也不要随便的对师父有太多那个过度的举动，那也是不大恰当的哦。
所以这个拍照的时候，有的故意挤师尊，哇，挤得很近，这个其实也是不大好。有时候用自己的身体去挤自己的师父，其实你以为这样是会加持得到吗？其实你都忽略了，师父从来没离开过你。你不要去注意那个表象，不要注意这个外表的现象，你的心中意念师尊，师尊自然就跟你在一起紧紧的哦。好了，我看现场同门 ，Janice John 啊 ，Richard G， 哇，又破百了哦，刚刚看到我破百的哦。Diamond 乙烯毛小孩，师尊只能用摸头的。哎，你们家毛小孩有的会怕会咬人哦。好 ，Diamond， 哎 ，Richard Gina 乙烯，如果真正懂得台湾政治的话，说真的，该做到人民看得懂，不是像这样子哦。William Go 啊，永联哇，现在103的哦。啊 ，Lisa Jane 啊，只要能够参入，也是读书的分子哦。啊，林秀英，还有谁？苏珊娟很忙哦，丹丹丢，哎，何文燕，还有 Lisa Jane 啊，你从小就在书铺中长大，父亲是开书啊，开书铺业的，所以呢，很习惯看书哦。对啊，看书的人有气质哦。罗丽华，小 Jackie 啊，罗还有谁？乙烯师尊那个年代可以看到蒋经国先生很不容易，是因为要经过多少的关卡？我觉得是师尊的智慧哦，也会吸引这个政治人物的。KCN 啊，林秀英啊，心仪对不对啊？是什么？根本上师，上师相应法三坛。一遍《干王经》，一遍《真魔经》，108遍《龙树菩萨心咒》《上心咒》哦，好，欢迎新的读书会同门 ，Louis John 啊，政府 APP 网中天涯海角众同门，欢欣喜乐共欢聚，分享上师传法流，读书会上知佛理，珍惜每晚这一刻，嗡古连声悉尼哄，谢谢你写的诗哦，啊，再来是心仪的对啊。好不容易赶上了哦，林秀英、薛雅芳、City Go、金刚心忏悔法一堂，这么近两部《金母观音神金刚大金刚》，土地神各108啊，那个 Jogabo 啊 ，Sim Sohua 好啊，这个谁，洪春义哇，已经破百了，好高兴哦。郑明达、林秀英、黄玉轩，业障重哦，是否要多持咒？除了多持经咒。最主要要忏悔业障，修改自己的心，修改习气。所以师尊讲，真正的改运是在改变自己的心哦。好，再来是 Edison， Serenity 力，业力好可怕，要珍惜当下。Vivian 啊，在无常到来，静静的修行啊啊，这个其他的应该都念过了哦。好，这个林秀英说，对，师尊永远没有离开过我们。哎 ，Richard Jin 哦，破百，大家都好开心哦。哎，大家都很把读书会当自己的家。对，我们的读书会就是大家的家，莲花投资的家。好，何文燕，刚完经十二遍，这波经十遍，上心咒1300啊，大金刚净轨咒1400坛四加行啊。哇，证明达利沙娟啊，国家能够强盛，必要有贤才。当年秦始皇度财哦，保皇位最后还是石江山啊。好啊，雍花娟啊，还有这个哇，大家在庆祝了，今天庆祝了100位的哦。好，丹丹丢，乙烯亮亮啊，让师尊摸头之后很奇怪，身体是有状况，可是他还可以很健康的跑来跑去。只是师尊开始他还是一样睡到自己的，听了好听的咒音就会爬起来哦。你家的小狗是很有佛缘的哦。好啊，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进入最后的，让我们最后呢跟我们伟大的师尊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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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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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哇，刚刚看到有个同门贴出功课了，陈振峰啊。你是遍尽天一万遍哦，谢谢你哦，也回向哦，还有谢谢大家的问候。那今天呢，介绍了两篇文章，接近弟子们，原来师尊是很接近我们的，很亲民，而且还可以指导这个总统哦。那到了无知的境界，就是呢，最后不起烦恼，能够呢，对所有的执着产生了无知的哦，哎，能够超越所有的烦恼，哎，不执着。贝莲令说什么？从小中文成绩不好，最不喜欢诗，因为很难明白。但是喜欢读师尊的书，很容易明白，又很精彩。慢慢喜欢上读师尊的诗哦，有时候很奇怪，也会自己喜欢那个超简单的一句哦。感恩师尊，不止让弟子增加佛法上智慧，让弟子增加文字上的知识啊，对啊，所以这个读师尊的书文集，会从我们以前那个离智慧很远的，会离智慧越来越近的啊。感谢师尊为你写下这么棒的文章，让你在这一天法喜充满，对不对？让你呢生命中充满绽放的花朵，让你在睡觉的时候能够香香甜甜的。我们给师尊啾咪，爱死的了，呀比布里布里。明天晚上10点到10点30分开始哦，莲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在真佛天空新闻台，我的脸书，大家空中再会，拜拜。